到了。没这回事。没这回事。又说大家好了。哎呀，蓝色的。蓝色的，还有，我记得是蓝色的。对，是哪一种呢？是浅蓝色还是深蓝色？一个。哦，好。因为我知道。好。Hello， 欢迎收看我们的纯汉方。陈小汉，今天的纯汉方是万圣节的特辑。对。万圣节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上面是妹妹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不知道，那妹妹你要做什么？公主。公主？万圣节有公主吗？万圣节不是都是应该是一些很奇怪的装扮吗？还是把你装成恶魔？好，你说的哦。好，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？做什么事情？汤马斯。汤马斯什么？汤马斯。爸爸，我要汤马斯。现在就是你要变身成汤马斯就对了。可是要怎么变身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拿。啊？我拿来给你看。你要怎么拿来给我看？你要拿什么东西给我看？箱子，还有纸箱，好吧，现在就是要用这些纸箱做成一个汤马斯的衣服，把它套在你的身上就对了。这个是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我们要先量一下这个纸箱。对，量口。看一下这个你可不可以啦？如果说太大了，太大你套进去也怪怪，太小你套不进去也麻烦。嗯，好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就这样直接整个人套下去嘛。好啊，所以这个要怎么做成罗车头？好，我来想办法吧。
已经完成了，你看。你要戴啊？那你来穿看看啊。这个要把它打开撕开，像穿衣服一样，这样穿起来，然后转过来，后面这样粘起来，好，转过来，汤马士，你就穿着这样去拿糖果吧。这是你懂事以来第一个万圣节，没有人给我的脚就是人给。对啊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穿这样子出发咯，去参加万圣节 party。 哈哈，等一下看到人要怎么说？不点卡就搞干。好，走 ，Let's go。啊，你刚刚拿了多少糖果？一人啊。那你有说不给糖就捣蛋吗？你要去找谁？你要找谁去拿？阿姨。对。等一下去找阿姨拿糖哦、喔。不给糖就捣蛋。对，等一下要这样说。好，走吧。搞错了。好可爱，汤马斯哎，你要给我放下，可爱的糖果。那你跟说，不要跟我说话。不给糖就捣蛋 ，Trick or Treat。哎呀，一个月的糖果好大一包哦，是不是？他今天拿很多糖果。对。这个就是万圣节。你拿过万圣节吗？什么？我搞这个以后就在这里了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传染方就到这边喽。好，好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万圣节快乐。拜拜。